见到这张脸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要雨婷之前回答我，你肯不肯娶我？说到谁得到遗体，谁就能称霸武林。我喜欢有你在我身边。要细雨的下落吗？ 谁背叛谁了？你是真喜欢他，还是只要是个男人就行？我用遗体跟你换一件东西。